还真的要装两个耳机，这样听起来要立体声。这段是比较无脑啦，你们看我转就乱转一通，所以我那个比较关键地方要录一下而已。有关键地方录一下。看了心疼的，谢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开台啊，一定有它的原因的嘛，对吧、啊？大家都很互相啊。接住啊，接着跟那个光柱。铁扇跳了我不开，是因为我要把小市场磨起来，要记得。有必要的话，纳奇开这东，我是觉得东也没有关系啊，我尽量是不要了，因为那个手消进消的那个时候用得到。二超过了，三的时候就可以开了。快不是三张队就好了，我不确定三张队我没有打过，我不敢讲，三队搞不好很稳又很快，搞不好啊，可我不确定。你看，像这些现在已经暗掉了没有？我现在就可以开小吃了，就可以去洗大洗地了。剩一回合可以 K 他哦，想一下，现在是要、欸、不用直接开。哪一关怎么过？你就看我怎么打就怎么过啊。这一关这一回合比较吃手转，这一回合就这一回合而已，其他我应该看起来还好哎。快把他打死！不是快，已经死了。
第一次看一个时光组开那么久，还有精神。不要再搞错了，大哥，我拜托你不要再搞错了。看清楚旁边有没有三颗珠，好不好？这一次是最顺的，应该是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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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！谢谢谢谢，谢谢订阅，谢谢追随哈。血哦，我已经这边翻过一只船，血要注意一下，各位。还在补九千多哎，那几康破还补九千多。三回合。吊打吊打吊打，我这样刷一场大概多久啊？为了现场刷，没有啊，你看我秒杀分析我就知道了，这张卡我有分析，但我是分析说要刷了，怎么可能我自己不刷？一定是有用我才会刷啊，没有用你自己看。其实有些卡我是当仓管，然后有些没有分析的不是它不好，不好用，因为可能没时间分析，而且出太多卡片了。